安波华语足球快讯，2023年2月25日。布斯基斯希望尽快确定未来。据西班牙《世界体育报》报道，西班牙中场沙治·奥布斯基斯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未来，他希望尽快做出决定。沙治·奥布斯基斯与巴塞的合同到今夏到期，他至今还没有收到巴塞的续约报价，主帅沙维希望球会尽快与沙治·奥布斯基斯续约，不过目前没有进展。国际迈亚密和一支沙的阿拉伯球队对沙治·奥布斯基斯感兴趣，不过球员在与沙维交流后表示愿意留队，可现在巴塞方面没有给出续约合同。沙治·奥布斯基斯需要知道巴塞的想法，他希望尽快做出决定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还要点赞哦。